救护员破门而入，见到个女人被条大蟒蛇缠住喺条腰度，喐唔到，状态已经相当虚弱，手脚发白。现场喺泰国槟榔府，星期二晚约八点，一个64岁嘅女人喺屋企洗碗嗰阵，一条长4米、重达20公斤嘅巨型蟒蛇突然闯入，咬咗佢只脚一啖。佢即刻捉住蛇头，想将佢拉出屋，但系就唔够条蛇大力，反而俾条蛇紧紧勒住，跌咗喺地。同条蛇搏斗2个几钟之后，终于有邻居听到佢嘅求救声，先至报警求助。救护员合力将条蟒蛇解开，救出个女人。佢并冇生命危险，送去医院治疗之后，亦都冇乜大碍。